这是2002年李玟和篮球巨星姚明拍摄的一张合影。那时李玟应火箭队的邀请，为火箭队进行了一次开场表演。李玟是第一位在 NBA 献唱的华人歌手。李玟为姚明以及火箭球迷献唱了98世界杯主题曲《颜色》，这首歌确实鼓励人心。对于初入 NBA 的姚明来说，确实是最好的一首歌曲。期间李玟和姚明进行了合影，那时候的姚明略带害羞，羞涩中带着一丝拘谨，李玟笑容灿烂，两人的合影还有着很萌的身高差。两个来自中国的娱乐和体育超级巨星完成了世纪级别的合影，李玟的笑容，姚明的羞涩，成为了中国球迷的经典镜头。在赛后的记者会上，外国记者问姚明他的偶像是谁时，姚明风趣地回答，第一偶像肯定是奥拉朱旺，第二偶像则是女神李玟。那时候的李玟笑容灿烂，我们永远都不敢相信她会有抑郁症，只能说李玟一直把她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歌迷，一直为歌迷带